早上先生，早上奶奶，今个因为家先家小自己，我叫三年弟，今年我三十岁，我咧做饭，我有一个女，十一岁个小朋友，我家三大友，一百五十九个，我个大仲有六十三公斤，我身位高，我咁劲高。我唔识做药，但系我识煮做药。我以前做过喺一家大两年，一零一一年到一零一三年。我嘅老板系一男人，我嘅有三个人。我嘅工作系最想买想整洁屋嘅，同埋照顾小朋友。我识照顾老人家，照顾 BB， 照顾小朋友。我想做满两年合约。我会干叻菜叶叻猫来杀同会博菜，我希望先生大大借我，唔该晒先生，唔该晒大大。